也关心支持上海发展和没有自己城市的祝福。全市人民有奋斗一年以来难忘的2019年。一年来，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，坚持稳中求进主义理念，保持战略定力，坚定发展信心，祝福迎难而上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步。这一年，改革开放实现重大突破，自贸试验区、临港新片区启动建设，在上交所设立歌唱馆并试点种植制顺利落地，长三角计划发展国家战略全面实施。第二点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果丰硕。这一年，新部门持续壮大，金融、信息、科技